象组的卡位赛，有请我们的卫冕者吴美玲，宝座候选人徐子琛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子琛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玲吴美玲。好，我们常讲说徐子琛是15岁的身体住着75岁的灵魂。阿公啊，这个不是只有讲他的歌声，包含他的生活习惯。15岁的现在的年轻人，全台湾有几个知道关公什么时候生日？对哦，天公立冬在有些不止关公，有些他都知道真的。还有呢？妈祖，妈祖在三位里沙。阿克来嘞。观音菩萨请陈道日是那时候是国历是722。722。今天你把它生一句不好感谢好感谢好感谢好这么想了解啊，这几天就是观音的前几天是地府沉水啊，地府沉水我看你两个跟他差不多啊，都是从事一个他就是都会开始在是啊，因为那个宗教跟生活是结合，所以你两个是喝茶洗身躯吗？呀，茶几嘛，那落后无啦。嘛不是落后，是该锅在红线嘛。哦。安尼有差别哦，呀，出来最有差别哦。是是是，有人讲你较善无？系啊，我靠，朋友还是妈妈的外人，还是爸爸外人，拢讲，你做个变较善。我唔是变较善，我是因为是着变较善，啊，唔过原因是，我暑假拢伫厝诶，啊，平常去买早顿，一工拢上侪拢食一两顿安尼尔，所以脑壳无善。OK 好，所以懒得吃早餐，对啦，对不对？OK， 所以我胃都不好。你别问啦，你看我看你吃过多少年啦？应该是3天吃一餐吧。你两个散了，你赶快听好。因为我们邀请出来就为那个刺客，注意啦，重量级的杀手站出来，还没唱他就赢了，掌声的欢迎台语界的洪金宝冯子权，有请。来美丽人胖丁冯子权，重量级哦，重量级，而且你不要看他这样哦，他可是练武之人啊，真的假的？学武功的，哎，所以我都怕出透什么名家出来，我要示范给大家一小套，一小套，一小套，不是一小招哦。好，来来来，来，冷静冷静冷静，回避回避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嘿。非常的灵活，好灵活！天哪，他吓到，他的声音都被吹了。不是你抬腿的时候，那些绕跑去哪里？为什么你抬得起来？而且想说这种吨位的应该是这样，而且他有那个啾啾啾这样子的感觉。对，差一点怕把舞台踩破。他是有在练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是吸收好还是吃太好？吸收太好，我只有出生的时候是瘦的。之后就一路大到底这样子。怎么知道你吸收很好？因为以前有去做过身体检查，然后医生有点开玩笑的说，别人出来的可以当肥料，我们出来的就是渣。就是营养分都吸收完了，你都 keep 收得掉。哎呀，拢假料料啊，连喝水的养分全部吸收干净这样子。哦，吸收太好。有些人肠胃不好，他没办法吸收，对对对，所以脚瓜椎都排进去。哦，所以你变成量要减少，对不对？量要减少，可是其实就是差不多还是都吸收掉，因为还是要维持到一定的量。OK， 这个好厉害、他就是都吸收到不剩啊，才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像他没吸收的就是中间这一位，他们两个加起来可能还不到我一个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而且美人姐，你知道这个客家小孩真的很难得，是他来自苗栗嘛，而且他对这个苗栗他的故乡非常的了解，他对他的这个原油啦，还是观光的部分景点都能够有一个研究，对不对？我是苗栗后龙人，苗栗卓兰人，卓兰，苗栗的特色来介绍一下。其实苗栗的话，大家都知道苗栗其实客家人居多。那客家人的话，最现在这几年最有名的就是油桐花啊，油桐花季。其实桐花季大家会觉得好像是苗栗很盛大的活动，但是桐花季其实在全台湾各地的客家庄都有。对，只要你有油桐花就一定有办。那
整个来讲，苗栗算是最盛大的。嗯，对。那所以同花祭的祭，大家有没有注意过？同花祭的祭是哪一个祭？祭典的祭。哎，对哦，对，其他人都是季节的祭耶。嗯，为什么啊？同花祭的重点在于，它在于呈现客家人敬天谢地的精神，也就是说，它在有点像在做我们祭祀的活动。所以在同花祭，像以我们三义的同花祭来说，我们把客家的还福仪式，也就是有点算是谢天，然后还有拜地，也就是谢谢土地公，把这些仪式做在里面去，让大家去参与这样子。嗯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非常仔细，棒。OK， 好。那今天带来什么歌曲？今天带来萧煌奇的《熊市野灰》。熊市野灰。OK， 好。啊，欧丽桑啊，不是那个，不是欧丽桑，阿公，可怜暖灰再回吧，可怜的暖灰嘛是灰，春风暖情，春风暖情，好，来欢迎三位，谢谢。